大家好，我是中日家庭的丫丫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要做咖喱鸡肉饭，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啊，其中之一。我老公说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我做的那个咖喱鸡肉饭了，所以我说今天晚上做一下给他吃。待会呢，我也会拍摄一下，我制作的那个方法的过程啊。我自己个人也是对我自己做的那个咖喱鸡肉啊，挺有自信的。你这一口是不是吃的太多了？好吃吗？今天老大说他的腿疼，然后晚上没有去奶奶家吃饭了，就让他在家里吃。奶奶是奶奶做好了，然后带过来的。然后看了一下他，然后他爸爸呢也是很紧张啊，今天爸爸下班特别早，说不放心。你是他刚才梦到的哟。家里的大宝贝是谁呀？现在腿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小便了吗？好的，真棒。准备的食材呢，就是鸡肉，然后呢，洋葱、土豆、胡萝卜，最最关键的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咖喱块了。我在日本这边啊，吃过很多种咖喱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牌子的。妈妈，我吃完了。你吃饭吃完了？怎么了？妈妈一起。妈妈，这个棒呀。你想帮妈妈？我想帮你忙。我想帮你忙。再说一遍。我想帮你忙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的腿没关系了吗？没事了，不疼了。那行，那你弄吧。妈妈，快点给啊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我说了梦话了。没关系。可以吗？妈妈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再弄干净一点，再弄干净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样更好。好玩啊！stress 好上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又说日本话了。妈妈，这里怎么样？那你等一会儿妈妈弄，你不用管它，等会儿妈妈弄。然后你再把这个胡萝卜的皮给削一下。我这里放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对的。就放土豆就放下面就行。我吸。可以了，皮要削掉的，不用洗没关系，削完再洗。我一般做菜都是切好以后再洗。男孩子啊，在家里多让他做点事，以后。我不知道这。结婚了就不会什么都让老婆做。对，这边还有一点。在哪里呀？看不到皮，颜色都一样的。快做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好吗？看着厉害。有一点。看着厉害了。对，就卡带，轻松一点啊。看着厉害了，很棒。爸爸，谢谢。你没关系吗？没问题，来，你这样啊，我知道的，这样切小块，切小一点啊，像妈妈这样的，你来切一下，稍微大一点，你太大了，等一下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一半就可以了，这样的大，这样子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、今、切ってる。お、すげえすげえ。気をつけてね。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。最大一点。最大一点。すごい。对、放心手啊。现在土豆跟洋葱还有胡萝卜、鸡肉都已经切成块状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炒了。先倒一点油进来。我一般第一步的时候会炒洋葱，因为洋葱放进来啊，它有点出水的感觉嘛，这样的话后续的菜放到里面炒的话更加不容易粘锅。而且我很喜欢吃那种洋葱，口感是很软烂的那种，所以洋葱我就放在最前面。洋葱差不多炒个一两分钟以后，然后呢我就会放土豆进来。因为土豆的话相对来说我也喜欢吃的软一点烂一点的那种口感。
这样再炒个两分钟左右呢，然后我再把胡萝卜给放进来，再继续翻炒一会儿。现在呢，就把鸡肉给倒进来。这样翻炒个四五分钟吧，就可以加水进来。我选的是中辣的，因为我不太能吃辣，但是我老公就喜欢吃辣。中辣的话我还算能接受吧，他这个中辣没有国内的，就是没有那么辣啊。这样把它给挤开，然后再放进去的时候就比较好融化一些。现在加水进来，加水的这个量一定要淹没过食材啊。这个加多少水就看感觉了。我喜欢就是说，咖喱的那个料多一点，水就会多放点。然后现在盖上盖子，这个最后这个现在先不要，先盖上盖子，给它把水给煮开，水煮开以后再把咖喱块放进去。现在已经烧开了啊！烧开了。烧开了，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。我想，小心点烫啊！不能这样，妈妈先倒一个，你拿着。你看一下妈妈是怎么弄的，啊，这样放进来。哦，妈妈你好，可以。你拿，你就从那边拿。你看，不是丢，不是丢啊，这样放。不要丢，放进去。你看你丢的时候，弄到外面就脏了。再放一个。等会儿呢要尝一下味道，如果说感觉味道有点淡的话，再把剩下的咖喱块往里面加一点，可以了，不用放，然后等这个咖喱块融化就可以了。咖喱块就开始在里面融化了，现在再把盖子给它盖上，等烧开以后呢再尝一下味道。三份好了，最多的是我老公的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海杜的，海杜因为吃过饭了，所以给他只吃一点就行了。妈妈的咖喱有最久一个了呗。真的吗？谢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有点烫啊，怎么样？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よ。一口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いしいよ。じゃがいもすごい柔らかい。じゃがいも柔らかい。做这个咖喱，不管是做咖喱鸡肉还是咖喱牛肉啊，土豆一定要软烂才好吃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肉也柔软，肉也很软。妈妈，今天的咖喱很好吃呀。很好吃啊，很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来教一个软的单词，日文怎么说？柔らかい，柔らかい。那中文呢？软。对。很软怎么说？とても柔らかい。この枕柔らかい怎么说？这个枕头很软。软。软。对，很棒哦。你棒。我是海豚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这一位啊，就在看手机了，拜拜。你听不到那个啥？Hiro， 你下去了，给哥哥睡觉。Hiro， 跟妈妈一起下去。妈妈。哥哥要睡觉了。下去。下去。下去，跟哥哥拜拜。跟哥哥拜拜。拜拜。おやすみね。おやすみ。好好讲话。爱哥哥。看哥哥说，看着哥哥说。看哥哥哥。你说爱哥哥。爱哥哥。跟哥哥去。跟哥哥亲一下。阿金。去玩。调皮捣蛋，下去了，下去，走了，下去，跟哥哥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